哥们儿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那个我有喜欢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我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你。啊，这我不知道。我必须深度访问一下，那你之前知道那人是谁啊？不是我。我真的觉得自己选错队了。你怎么想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一段你根本不用站起来访问。他那个想法是很好的。不，他那个想法，我量的时候够啊，是够吗？但你手没撑起来。你手是让你看一下够不够吧？你看一下那个回放，你看差多少？你看，手是手是虚的。何老师看到我失望的那个表情没有？我是看着这个天，然后就是有舞裙，有舞裙的，加油，二级，上场面了，跟。